话都是比较好，但是他们那种哈，这个纯天然也好，或者是大自然也好，或者跟来自民间的那些情歌，真是非常好听。这还有最后一个原因，最主要这里面很多什么俏模样啊、采茶盲啊、蝴蝶翩翩起舞啊，等会儿便于我们做操，所以我就把这首歌选了一下。当然了，最主要还有就是说，我也不会唱，所以跟我老妈来了个挑战，我说你就自己编呗。所以感谢那个感谢陈老师哈，给我妈妈那个做了个片，大家也看到，他就自己在那里就是反正是自己即兴编唱，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哈，这个唱歌你说。他们那是作曲，我们自己也是作曲，只是我们第二次重复就唱不到原来一样的了。第二次我们是即兴作曲，但是说来说去就是一个乐，就是一个乐。最后一个原因是特别特别杨钰莹，我对江西非常有感情，在江西有过很好的经历，所以杨钰莹是江西南昌人，她获了很多奖哈，甜歌妹，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啊，这位大家如果知道这个杨钰莹的话，我们还可以欣赏她的其他的歌啊。杨钰莹1971年5月出生于江西南昌，这个音乐学院等等等等，这个我就不讲了哈。她的很多歌我们其实知道的，《月亮船》，因为有你，你带来一片温柔，一片艳阳天。这个是还有一个，我们大家都可能知道，就叫轻轻的告诉你，让我轻轻的告诉你，那个也是他唱出来的。所以等等等等这些，哎呦，获了好多奖哦。这个什么1992年，这个大陆的中国1992年的中国流行歌会，什么什么中国风，还有什么这个春兰杯，这个我就在这里不念了哈，因为就是说对我们来说就知道他获了很多奖。所以呢，我就选了这首歌。好，归根到底，我们用它的很多词，也会一起来做手操，音乐养生。下面呢，我们还是简单的来看一下杨钰莹女士是怎么样演绎这首歌。遗憾的很，我没有找到她的有词有歌词的，那我们就只有这样欣赏一下那个，只有这样欣赏一下她的歌。好，请艾娃大姐哈，那个等会儿那个看不见，告诉我一下哈，《茶山情歌》那歌词它没有的，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看看那个手机，我妈也抄了那个，其他那个就是说，小铃铛老师也发了那个哈，没有歌词。茶香的一杯敬杯。
个我们简单地就分享到这里。在我继续我们做手抄之前，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哈。这个我看到这个 Jack 来了啊，Jack 你好，Jack 你好啊，我要问你哈，因为我本来想问这个传统，我想问那个阿彩大哥，等会儿会听的。Jack，你砍过柴火吗？砍过柴火吗？打不开啊！哎，你把话筒打开。Jack 你好，你砍过老柴师，火吗？朋友们，下午好。砍过吗？我没听清楚，老我师。说你砍过柴火吗？砍柴火。啊，砍柴啊，没啊。，sorry，没怎么打。哦，这个听众里面有没有这个砍过柴的？我插队过的，但是我那时候好小。就哦，美美老师。哎，那美美老师，你打开，你给我说一下，你这个简单的砍柴的，就是说，美美老师，你砍过柴火的？我砍过柴火，我插队的时候也没办法的了。那个柴，那个就要自己砍的嘛。我爸爸是木匠，他给了我一把斧头，他叫我拿了插队去的。我就在我们那个井边有块石头，我就在那里砍。然后呢，那个时候应该说贫下中农吧，看见我砍不动，这个不像砍柴的，那他我就一个脚放在，他说这个要出危险的。然后那个老头就帮我砍，我砍，这个砍 OK，OK。柴不个砍，那个砍柴火吧，不是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一个对吧，要很大的力气；一个对吧，要瞄准。我这个眼光不好，瞄不准，老是砍在旁边，然后就是这个样子。我也砍好过柴的，火呀，我砍过柴火，没砍过的，我好，砍我们过，我砍过。哦。阿仔大哥砍过哈，对，那我砍过，我在大学读书呢，我砍砍柴过，火，我们在那大学个读书。我们下乡的地方都是芦苇，那是长的大镰刀砍那个芦苇呀，砍倒了然后捆起来呀，使劲砍的大镰刀，镰刀，对，哎呀，这个砍柴哈，所以等会我们做的砍柴郎啊，我们大家都是砍柴郎。我就简单快速分享，我小时候也砍过柴，那时候好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到山上，我哥哥呢就砍树，他老早就砍好了，就驮一根树，一天去他就一个，那多简单，我只有这个枝丫，我跟我妹妹两个枝丫绑起来的时候呢，我妹妹也会偷懒，就是我呢一直在那个，哎，我发现我后面的柴火怎么越来越少了，我妹妹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一把我的那个好累的砍柴好累的，我发现我的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哎。到哪里去了？他趁我不注意，他就把我拿过去。所以砍柴哈，所以这些砍柴郎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没有真的采过茶叶的？歌友里面有采过茶叶的吗？啊，我采过茶叶。那阿三哥，你简单的告诉我们，你采茶。先讲一下砍柴。我在大学里砍柴，你说了不相信，我是大学生砍柴，你说了不相信。那时候文革的时候，把我们大学呢搞到那个皖南山区那个金县，在农村里办大学，然后呢你自己在那烧饭要柴火，我们就上山去砍柴。砍柴呢，然后呢那个地方不带扁担，什么东西都不带，带个镰刀，然后绑起来，挑一担柴去砍着绑起来，连那个棍子挑下山，这是一个。我们呢不会那么搞，我就砍个大木头往上滚，我们就那样搞，这是一个对，砍男柴。同志嘛，男同志简这砍单。柴，然后呢还刚才还讲什么？是采茶是吧？采茶，我是因为分配工作以后，到了粤西那个山里面呢，那有野茶。然后呢，我想喝那个茶，那人家说野茶好，我们就把那野茶自己采，采了以后在家里面搞个炭炉子，搞个锅来做了茶叶，然后呢还带回家给我父母亲分享，这样的。好的，非常感谢，哇操，阿才大哥经历丰富哈，待会我们非常期待聆听你的哈那个哈，家乡故事。我就是瞎讲一下，就是有哎，的好玩，讲的不一定有逻辑条理。非常好，非常好，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就做那么一段啊，我看看大家这个劲歌劲舞哈，哎，我还是用这个大镜头，我知道哎那个陈老师每次都给我们录。今天我这样啊，那个艾娃大哥，艾娃艾娃乱七八糟，艾娃大姐你在镜头上，你看我那么激动哈。那个阿彩大哥也在，我不测了，我再加一个，
我再加一个这个啊，这个吴颖老师，你也把话筒打开，因为我这样好让那个陈老师会录像的，我知道。大家，你等会采茶，你就让啊，陈老师也来，陈老师也不露脸，那幕后英雄。哎，陈老师真了不起，真了不起。陈一发老师。对对对对对对，哎，你看陈老师，我看到陈老师。他当幕后英雄。你也把也叫陈一帆老师把那个视频打开呀、啊。等以后有机会哈，有机会。好，我们几个屏幕，他们上面连打开了，也看到金钟老师还有那小林快乐老师都在上面哈。这个呢，我们大家不一定，哎呦，对，非常好哈，还有朱老师，对，我们不一定要按照我的动作。等会儿他那个音乐起来了以后呢，大家根据自己那个，我们就让陈老师录一个，看看到底是我们怎么样乐的哈，怎么乐的。这对我还是个挑战呢。如果我在放背景音乐，如果一放不是我一分享，就给你们全部都拉下来了。没有关系，是啊，顺其自然嘛。不要音乐，不要音乐，因为我一分享这个的话，我们屏幕全部没有了哈。好，这个，哎，但是有一个方法，我来给你们念歌词，好吧？你们做动作，好吧？好，大家好，看哈，茶山的阿妹俏呀俏模样，俏呀俏模样，哎，俏模样，啊，那个假如说，啊，吴英老师。要是你长得好看，你唱模样你会怎么做？李老师，你说你，哎呀，好看好看，对，唱模样，哎，唱模样啊！来，十指尖尖采茶忙，十指尖尖。那个下面我要看一下那个艾娃老师怎么采茶的。来，十指尖尖，艾娃老师，你坐下采茶，你怎么采茶的？采茶，对，我记得一件，你先讲先。那个。让阿才老师先踩一下，我们没踩。好，阿才老师，好，阿才老师来，阿才老师踩茶，来，踩茶。阿才老师，你可以点一下就开了，你可以点一下你这个麦，点一下你的麦。天天踩茶忙，你点一下你的啊，好了。啊，好，来，你踩一下茶。我不要我说话吧，要我说话干嘛？不要，你就踩。我在那乱踩的，我哪知道嘞？啊，乱踩，哎，踩吗？哦，你是这样采的，好的，我跟大家说哈，这个采茶姑娘说的，如果你这样乱采很累的，他们是要用腰的劲的，而且呢会把那个，比如说假如说那是一个兜兜啊，一个兜兜，我记得小时候唱歌似的，绿水青山青悠悠，他是说你要用腰的，所以他们喜欢唱歌，这样的话其实很不累，他说你这样唱，这样去踩一下就累了。对的，他是根据你的腰，你踩一踩，又好看，但是呢其实又不累，而且就是身体的惯性啊，所以这个就是十指尖尖采茶忙。但是这个我说哈，这个采茶姑娘肯定不能涂那个红的，一下子就会掉。哎，好，下面有请艾娃小姐采一采，来，我看你怎么采了。啊，不错，这个有点带东北味道的采哈，对的，看哈，东北人采茶是这样的。东北没那么苗条嘛，他就所以他就其实没那么灵活，不像你那么灵活。我不是。不是对，我跟你说，林黛玉有林黛玉的美，薛宝钗有薛宝钗。你说唐代谁最美啊？这个杨玉环那个肉墩墩的，人家可喜欢她。哎，是采茶，对，那是采茶舞当中的那个动作。对的，好。一般的采茶不那样舞，他就唱。对，咱们就乐嘛，对吧？引得蝴蝶翩翩飞。好，下面请这个艾娃大姐和这个吴颖老师都飞起来，我看你们飞得多高。来，引得蝴蝶翩翩飞。哎呀，这艾娃大姐跟 Tina 一样的哈，看小林老师，哇，都飞得好，真好。对，这个阿才大哥是抓蝴蝶的，对吧？所以没动。蝴蝶抓不着。对，我们小时候
抓蝴蝶，对吧？是，对对对对。我想问一下快乐老师，快乐老师可以打开。快乐老师小时候抓过蝴蝶吗？快乐老师。啊，给我把那。快乐老师，你小时候抓过蝴蝶吗？老师好。哎，你小时候抓过蝴蝶吗？蝴蝶啊，蝴蝶感也是这么飞吧？对，好，这就漂亮吗？这个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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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那我问你，小时候抓过蝴蝶吗？啊？小时候抓过蝴蝶，抓蜻蜓，抓蝴蝶，小蝴蝶肯定抓过的，对吧？不过蝴蝶不好抓。啊，对对对，好，我再加一个，我再问一下朱老师。朱老师上次给我们编了一个歌，大家都很。朱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小时候用那个蝴蝶抓来了以后，搭在书本里面做书签或者是蜻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嗯，我小时候我记得跟爸爸跟哥哥一起去，不是抓蝴蝶，是用网啊，用网呢去捕捉这个蝴蝶，它是在一个河边啊，岸边水流边呢，沙滩边放尿啊，那个尿一放上去以后，所有的蝴蝶都飞过来吃尿，然后我们就用那个网子这样扑上去，那所有的漂亮的蝴蝶都跑到那个网里去了。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教我们要捏捏那个蝴蝶的身体，把它压死掉，压好，压一个一个排好，然后有人来收购。漂亮的蝴蝶好像一只1块钱，我有这个经验，这是我爸爸教我们去捉蝴蝶，然后顺便卖蝴蝶，可能是好玩的，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很小，大概7、8岁吧。对不起，非常好，非常好。哎呦，今天我看到一个刘女士，好像一个小学生一样的，欢迎你啊，欢迎你。全智流，哇，像个小大学生啊，对不对？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真的，我经常看你。哎呦，看蝴蝶来了。哎，叶子老师，你看，哇，蝴蝶的漂亮。对对对对。对吗？还漂亮的哈，三个蝴蝶，你看，飞呀飞呀。对对对对对对。哎，快乐老师，今天你这个衣服是不是特别？你也不知道我叫你，看这个黑白。好像有点像蝴蝶哦。哎，对对对对对，今天真高兴，今天真的是很像蝴蝶哦。我觉得哎，我们家里还有三个，谢谢。好的，非常好，谢谢。那我们这一群蝴蝶引来了砍柴郎，今天砍柴郎，我读不好啊，这个狼跟那个狼，哎，哪位普通话说的好不好的朋友说一下。那个豺狼的狼也是这个砍柴郎的狼，这好像读不准的。阿赞大哥，你读一读。我前鼻音后鼻音不太分，我好像都是一样的。狼都是一样的，好像狼那个前面的豺狼的狼是前鼻音吧？那个牛郎织女的狼是后鼻音，好像。来，请这个刘女士说一下。刘女士，你说说看，这个砍柴郎。还有大灰狼，哎，我读好了，哎，来，请你读一下。应该音是一样的音，后鼻音都是后鼻音，都是那个勒的音，就是豺狼的狼和那个、哦、对一样的，和那个就是大灰狼的狼都是那个狼，还是新郎新娘这个狼和那个后鼻音都是那个狼。哎呀，刘老师哪里人啊？普通话说这么好听啊！我河南人呢、啊，河南郑州的。你那后鼻音、前鼻音、黑鼻音、后鼻音肯定分得很清楚。我们那不分前后鼻音。对，它主要一个前，它主要是卷舌音，勒是主要舌头往里面卷一点，勒往里卷一点就好。好的，谢谢刘老师。好，下面我们一起。我再邀请一个真的这个少年郎下来哈，那么这个 Jack 我就把你邀请下来了啊，这个你就今天就是我们的少年郎啊，因为我不可能叫阿仔一个少年郎对吧？叫他怎么放荡的啊？因为这个老师在设想，没关系的哈。这个
好，下面我们大家一起做做砍柴的动作哈。我说一二三，看我们每个人怎么砍哈，然后 hold 在那个地方 ，hold 在。来，大家我们一起来砍柴。哎，哇，各种各样的动作哈，一起砍柴非常好。好，下面我们赶快把它结束一下。好，那个少年郎砍柴的阿哥，嗓门亮，一支情歌两人唱。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没有熟悉的歌，所以两人唱不到。但是呢，我还是要请这个这个小林，这个小叮当老师也来了啊，别等我往下拉了，今天我是即兴来一下。好，小叮当老师下来了。那个下面由我们这个少年郎问一下小铃铛老师关于茶叶的方面的问题，允许你问一个问题。好，小林老师，请你把话筒打开。好，少年郎有请。嗯，哎呦，我对茶叶一无所知，很抱歉哎。林老师你好。我既不喝茶也不采茶，真是一无所知。哪位懂的就说吧，我还是不要说了，我对茶真是不懂。好，没关系没关系。哎，这我们又是练说话的技术。现在好，下面我要问这个少年郎，少年郎，假如说你去和一位女士见面，碰到了这位女士，你本来想找一个话题，结果这个女士这样，跟刚才咱们的小林老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下面就看咱们这位少年郎怎么样用话题来引开这个，再给你一分钟考虑一下，问问看，问问咱们这个小林老师，问一个问题。我林老师，那个你原来不喜欢喝茶，也没采过茶，但是我觉得从我的生活经历来看，就是喝茶有益健康。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喝茶好吗？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关于茶的，关于对健康的一些我的认知好吗？你感兴趣吗？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约个时间好吗？小林老师他通过了吗 ？No。哎，因为时间关系哈，这个我这个少年郎我教你怎么啊，倒不是说我他不喝茶，你还去跟他讲茶的这个保健作用，肯定没用。就是喝咖啡，喝咖啡。这个就厉害。对，再不喝，我这里就是咖啡。我们对，那我说对了。对，哇 ，OK。学了一首，对吧？学了一首，好的，非常感谢这个茶，茶山情歌呢，让我们引起了这么多话题，非常感恩大家哈。这个就是喝茶真的是很多保健作用，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喝茶的，特别是西方人不喜欢咱们连茶叶一起喝，咱们知道这个茶叶保健特别好。我们经常嚼这个茶叶，菊花茶、这个茉莉花茶，各种各样的，杭州的，还有这么多东西，对，乌龙等等，举不胜举。但是西方人看到我们连那个茶叶一起喝，他就在摇头，所以他们买茶都是要那个缸的，我就只能说他们笨。对，茶叶对吧？他说，特别是看到有的人，我这今天没有拿那个杯子啊，那个茶叶搞了以后呢。结果喝了不是还有一两片，有的人会吐到那个杯子里面，那自己那西方人，因为我在讲茶讲座的时候，哎呀，你们有的人怎么喝了一口那个茶叶到嘴里，它没有进去嘛，对吧？只在嘴唇这个地方，我们会这样一下，就我们自己在喝，它那多不卫生啊，多不卫生呢、啊！我说我们那个品茶，有的时候一两片叶子，但是我们可以嚼，反正不管怎么样，以后那个。这个少年郎，你要邀请小林老师到你家做客，你就多准备一点咖啡啊。好，非常好，接下来我们我
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呦，今天这个画面我真是非常感动哈，等会我想看到这个画面，非常好哈。下面我们暂时测一下这个，我去 Google 了，很多人唱茶山情歌不同的版本，下面我们快速用五分钟分享一下其他的茶山情歌。嗯，一个好，下面我们看看这个，就是快速的看一下哈，不同的茶山情歌。Oh my god！ How to escape the heat if you don't have an air conditioner? This only takes 5 minutes. 这个我 OK。这个我们听一分钟都不到就下就拿掉。好，大家看呀，这茶山姑娘真的挺辛苦哈，这个里三层外三层，这个不容易啊。我们吃茶，你看这些真，这是真的采茶，你这不姑娘了，大妈这个奶奶都有，很辛苦，很热很热的。所以咱们喝茶这个啊，这个就是说的这个，讲到这个茶哈，这个大家如果是有小林老师微信，我昨天看到他这个端午节哈，我这个顺便向大家问一声好，他还做了几个这个艾叶果包，口水都流的滴答滴答的，这个所以这个绿的哈，这个东西下次呢我们有艾叶，我就去搞点茶叶，这个绿的茶叶来摸了以后也来做点绿油果来创编一下哈。好，这是一个下面我们再看一个茶山情歌。我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大家知道哈，这个我也讲你的，这个叫，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这个是晒茶的，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现在这个晒萝卜啊晒什么特别好，但在加拿大没有这些东西。大家知道吗，绿茶和黑茶的根本区别在哪里？我快速的简单的说一下哈，绿茶它没有经过 ferment 就是发酵，发酵一个不会发酵，对，就是那个哈。所以大家讲哦，是绿茶保健还是红茶保健还是黑茶保健，看人的。绿茶一般的来说夏天吃，它因为它茶它是出寒，那个红茶黑茶一般是冬天吃，但是如果你是凉体质，请你少喝绿茶啊。那么就有办法可以加点生姜，那么冬天一般喝红茶。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个茶叶，所以简单地跟大家，我们这里听一点点啊。嗯，哎呀，这过门太长了。这个我就顺便说一下，我去搜，在 Google 上面搜寻的话就有十几首茶山情歌，但是都是不同的。好的，下面我就想我把那个金钟老师邀请下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啊，那个很即兴的，这个金钟老师，这个你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假如说妇产科啊，或者经常那些人分娩了以后，或者是年纪大，就简单地告诉我，你认为这个喝茶好不好？喝茶因人而异，如果要是
喜爱喝茶，他享受那个茶的味道还是很好的。因为最好的，他最大的好处可以利，可以利啊，就是饮茶可以使你水量增加，可以润喉利肠。喜爱喝茶的人还是很享受那个喝茶那个品味。哇，我非常感谢这个啊，这个金松老师讲的这一点哈，你看从一个人的说话，你可以看出来，喜欢喝茶，他会很享受，很享受，这可以看出来你是总是替别人着想的，替别人着想的。我是有点和那个 Jack 是一类的，比如说不喝茶，妈你不喝茶，这个茶保健，可以降压，可以明目，怎么的，对对对对，我是这一般的。所以你看哈，所以咱们在聊天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要像这金松老师对的，如果你 enjoy， 你就会觉得很甜，就觉得它好吃。你再好的东西，对吧？这个有的东西人家不喜欢喝就不勉强。反正我们都知道了，下次要请小林老师做客，不要去买茶啊，买茶。是茶文化是不一样，中国的茶文化是很丰富的，但是茶不是我们中国原生态的茶，茶原来是从印度过来的，后来到了中国以后，茶发展的，现在我们发展的比印度啊什么国家都好，那个丝绸之路，其实茶和茶也是一种文化，这个一路上过去的到西班牙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不是说。茶文化确实是很好，中国的茶有很多，有百块茶，有红茶，对吧？有绿茶等等等等之类的茶。那么各种茶的那个它的性质都是不是很相同的。比如我上次去那个西双版纳买的那个茶叫板茶，是一块块圆的，那茶很贵，但是我拿回来根本不能吃，我都不喜欢吃。买是买回来了，为什么好看一块大？我现在还放在那个冰箱里面。所以呢，就是说，喝茶和不喝茶，喝茶是一个文化，但对于中国人大多数都是很喜欢喝茶。可是我例外，我不喜欢喝茶，我喜欢喝咖啡。哦，又一个喝咖啡。OK， 好的。我已经喝了四十几年的咖啡了，就这样。在中国的时候，还很少有人喝咖啡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咖啡了，喝到现在。好的，我终于找到知音了。好。那我们到这里去喝咖啡啊！我请你。啊，太好了。你看，我这边就是咖啡。我想说两句啊。这个茶叶发源于印度，发展于中国，成就于日本。真正的茶道讲究的还是日本。所以。那个，我们应该还是弘扬那个茶叶这个文化。中国毕竟是个茶叶大国，这个自古以来文人啊，这个百姓啊，都喜欢喝茶。所以说这些年的那个茶叶的这个健康的那个。由于健康的广泛的被大众所认知，所以说对健康很有好处。好，我给你们看一下呢，我这个茶呢，这么一颗圆的，3000块钱，我都不喝的，拿回来喝了一点点，我就觉得这个茶不好喝，1000多块钱买的。妹妹，你那个是普洱茶吧？普洱茶，对。我插一句啊，我们家也有，没啥快。我们安徽有两款名茶。我告诉你，回来就拿了一个脚泡了一点，我这个什么茶呀？后来我丢掉又舍不得，就放在冰箱里面呢。这么一块1000多块钱买来的。你到我们安徽来奶茶，肯定要聊1000块。茶烟蛋吧。生的还熟的。我说的，他说那个人买茶的那个人说你这个茶叶越放越贵，你放着吧，不会坏。那我放在哪里啊？放在上海那个气候比较潮湿，黄梅天嘛，我就拿回来了，放在这个冰箱里面，放到现在。那你是上海人，你应该到安徽去买茶。安徽的黄山，那安徽的黄山有两种茶，红茶、绿茶都有。绿茶
叫做藤绿，叫藤溪的绿茶。是啊，这那个红茶是祁门的红茶，祁门的红茶，红安徽的绿茶，绝对要不了。你那一块绝对要不了，1000多块要不了。好，大家对这个茶看样子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在七月份或者八月份，我们花一集专门来说茶的故事。这个到时候到小林老师那里报名，每个人5分钟，肯定有趣。那么小林老师，你是咖啡的故事哈，你跟那个美美老师，我每个人我都查表啊，每个人5分钟，茶的故事也可以，或者茶的诗歌也可以，哇，这个茶的舞蹈也可以。总而言之，最后我以一句诗来结束关于茶。大家后面有一个字哈，可以那个告诉我是什么意思的，肯定有人知道哈。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浓如礼。请歌友知道这个礼怎么写，什么意思打在上面。其实我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忘记怎么写了，有没有知道的？我再讲一遍，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浓如礼。有知道这个礼字是什么，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写的吗？说那个悄悄话吧，就是私下说话是吧？这个礼字我也忘记怎么写了，是酒的意思，是酒的意思。他这个意思，他就是说那个以前有那个故事，就说一个很穷的书生，他请人家来，他说人家好，没有，不要客气，他帮人家帮了他一件什么事情。改日我到你家去喝茶，结果这个穷书生家，我家很穷啊，我茶都买不起。他说哦，没关系，他就说君子之交的淡如水，到你家喝杯水就可以了。小人之交浓如礼，礼我一下想起来怎么写了，是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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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谢谢快乐老师，就这样写的，就是对，他说是那些酒肉朋友啊，就是小人。今天我就以这个诗句结束。好，非常感谢小林老师，到时记得提醒我，大家对这个茶挺感兴趣的，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关于茶的故事啊。到时候我也可以就是讲茶是怎么来，我的理解，我奶奶告诉我的 verse， 今天不去讲了。下面言归正传，我们。就是说今天我们讲讲膀胱经的养生，在12条经络里面，膀胱经穴位最多，66个穴位。膀胱经从什么地方起，大家小时候在做眼保健操都知道，按睛明穴的时候，这就是膀胱经的第一个穴位，膀胱经啊，睛明穴。它这个走向，上次听了我讲座的都知道，这个阳经不三阳经头走足，也就是说从这个鼻子这里一直往上走，一直下来啊，再然后到脚趾。膀胱经是肾经的好兄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调整膀胱经就是调整肾经。下面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几个地方经常容易堵，并且我们有什么办法来对付它。我在周三学唱英文歌的时候快速讲了一些，没有全部讲完啊。下面第一个，请大家愿意的朋友可以测试，不愿意的没关系。假如说你轻而易举的可以慢慢往下弯的时候，没有哪里痛，一直弯下去，都可以触地，或者是手可以按到这个脚踝，都证明你还可以。有的人弯不下去，哪里痛，这就证明你多多少少有些堵，这是第一个测试方法。下面今天我讲三个地方经常容易堵的。第一个，由于我们现在用电脑用的很多，经常去看手机，而且看书，这个眼睛不是酸就是疼，还有的是迎风流泪等等。那么这一些呢，都证明你这个头顶上这个堵了，这个百会这个地方啊，这个百会。那么大家怎么检测呢？你可以用你的手去按一下周围，是不是按了有酸痛感？百会穴啊，百会穴就是耳朵正中线上去，对，
有酸痛感，我有的病人我叫他按，他们都真的是好硬的，然后我手一替他按，替他们一按，真的是他会反弹，很不舒服啊。假如这个地方有紧压感的话，证明你用眼睛太多了啊。那么这个呢，有一个方法教大家怎么样来调，大家把五个手指伸出来啊，中指对着鼻梁，这个是督脉，督是总督的督啊，对着鼻梁督脉，然后膀胱两啊，膀胱经就是两边，就是你无名指和食指就压到了膀胱经，下面这个小指和拇指压的就是胆经，胆经啊，胆经，好厉害啊，一下就压了五经。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呢？怎么样呢？就把这个手放在这个头顶上面，头顶上面，然后呢就去梳头，就去梳头啊，就去梳头。这个梳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力度，早上起来还没打扮的时候，还没修饰的时候，就可以去，否则头发好不容易搞得好整齐。对，就是往后这样梳，梳大概6到10下。从脸上开始梳吗？啊？从这个脸上开始梳吗？从哎，对对对，不，从那个发际，从发际，哎，对对对，哎，我说那个，从这里，从这里呢，从这里，从这里下上去，哦、这样上去，一直到后脑，到这里。对的，好、哦哦，谢谢，对对对，是不是呀，叶老师？对，讲得很对。哎，阿才大哥，你这个光头给大家梳梳看，好好听。我没头发。大哥，对不起哈、啊，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我头发很少，头发很少。哎，对，头发少更好了，头发少，对吧？梳起来更容易了。对，好，这个经常梳耳聪目明，耳聪目明哈，所以经常去那个，那个。讲到这个，我想到一个笑话哈，我还是要的。他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结果他就给他老师看，老师呢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是把这个帽子不断地这样取来，这个取。到后来那个学生讲，哎，老师你到底怎么样？我这文章写的怎么样？老师说，哎呀，我怎么好像看到很多老朋友在这个文，在你的文章里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讲话好有水平哦，大家理解吧？我在你的文章里面看到好多老朋友。就是说他是抄袭的，他是抄袭的，但是他不用这个话题抄袭，因为我们看到老朋友都会把帽子拿起来，哎，你好，哎，你好，所以这个老师就这样讲哈。好，这个我们继续讲，第一个是堵，第二个容易堵的地方，大家知道是这个肩背，啊，就是肩背这个地方堵。我拿一个五角星啊，大家看到啊。我下个星期也要向这个艾娃大姐姐，也是用这个发片，我有一个金发女郎的发片，下个星期三给你们吓一跳，带一个这个发片，对，这个就是 Chinese Blondie， 对，这个焗油非常讨厌，对，但是呢，不稍微修饰一下，对大家又不礼貌，对吧？好，大家看到这个哈，这个地方容易堵，这个地方容易堵啊。这个经常我们也是这样的窝着，这样子窝着，对吧？或者是有的时候睡觉的姿势。那么大家看一下，如果你这样给夹起两个手往外弯，如果有酸痛感的话，这也证明膀胱经堵了，也证明这个膀胱经有堵。慢慢的哈。那么这个堵呢，怎么来治它呢？给大家一把钥匙。Interlace your fingers， 把手交叉啊，手交叉，然后呢，用这个手做枕头一样的，放在后面，对的，就这样。我用这个，用那个也可以，对，用那个也可以。好，大家看到哈，你头往后仰，手往前推，它有一个作用力和一个反作用力的，对的，哎，就这样。再然后你还可以唱歌。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唱，比如说唱啊，这个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看到吧，一下回来。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yet how much I love you. Lift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为什么要唱一个歌？但你不一定要全部唱。这样的话，有quantity and quality， 要有时间的，你不能搞两。所以这个呢，大家经常做一下，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以后都会后背了，走起路来，对吧？走起来，走。那么为了防止这个，咱们现在还没有那个，经常做一做，特别好，特别好哈。这个动作，所以这个是帮助大家，就是说治这个背堵啊。还有一个有心脏病的人自己做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点哈，有这个关于这个心血管方面疾病的人。下面最后一个我想讲的就是底下腰背这个地方堵，底下腰背这个地方堵，这个腰痛我就不去演示了，大家知道哈，有的是侧痛，有的是全部痛，有的是冷痛，有的是热痛，有的是肿痛，中医叫痹，一个。就是它这个它不叫这些痛，它叫痹，特别是关节这些东西。那么痹也是堵。好，下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叫八髎穴。这个八髎穴其实是八个穴位啊，大家感兴趣的话自己可以去到那个百度去摆一下哈。八髎，上髎、中髎啊、下髎，还有一个次髎哈。好，在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这个脊椎骨下来，尾骨，我们现在那个尾骨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因为以前爬行动物那个尾骨有作用，现在都没什么作用。它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尾骨上面，我贴一下哈，大家看一下啊，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八髎穴就在这里。这个八髎穴，如果你经常去推它，特别好，特别好。这个我想讲一些，这个题外话，这个就是说以前，宫廷里面或者是什么的，有的那太医哈，他给那些人看病，比如说这个女的会不会怀孕呢？一个是摸这个子宫这个地方，当然那个就是以前的他不让你去接触那些，他讲是就是叫你自己去，或者叫那个 nanny 就是阿姨去摸的，摸这个地方，还有摸这个子宫，看是不是凉的，凉的人不太容易怀孕，叫宫冷呢。好，那么男同志这个地方摸一摸，如果是很热，证明你阳很强壮哈。所以这个八髎这个非常好，这个穴。下面我跟大家讲这个穴怎么做的。那天我上学唱英文歌的时候，给大家来了一个幽默啊。我们知道。咱们中国这个饭店里面都是门口里面起码有八位美丽的这个服务员，对吧？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在站在那门口，对吧？比如说小林老师来了，欢迎光临，是不是大家一起叫的？欢迎光临，都是这样叫。那个手，他们看到吗？看到吗？这个手就是这样。所以你家里如果有这样的亲戚的话，你告诉他经常去。他在等欢迎光临的时候呢，经常自己去推，推哪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像一个心一样的地方，对，就这样，经常去推，那就是八髎穴。八髎穴，年纪大了，荷尔蒙低了，还有这个年纪大了，这个 productive organ。这 productive organ 就是另外一种比较好说的，就是生育的机能，这个已经慢，但这个人的荷尔蒙还是要的，否则的话这里干那里干，所以经常去按这个。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你还可以一个手按八髎，一个手按丹田，两边都可以按，就经常这样，特别舒服。好，下面我要大家站起来，跟我一起。我问个问题啊，易老师，我问个问题啊，你刚刚说的这个前面是不是下丹田的那个地方？对的，下丹田。那好，好，下面大家手放好啊，做这个动作的之前有一个预备动作，来，我们简单涌泉穴垫三下，涌泉穴垫三下，来，就是垫三下，一、二、三。启动的开关了，好，再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好，有没有发热的感觉？有没有发热的感觉？有。对的，
这个我跟大家说，一定要用力啊，一定要用力，而且用这个侧面。好的，今天膀胱经的保健我们就讲这里，我看到时间了，哦，我还已经超了一点点。好，接下来有请这个咱们阿才大哥分享他美丽的家乡。好，有请。好，谢谢叶子老师，也谢谢大家。我想给大家讲的是我在中国的故乡安徽省安庆市。它是安徽安庆市，是位于长江北岸的一个小城市，也是一个美丽的城市。首先呢，允许我一下分享一下这个屏幕，我有一些诗歌和这个戏曲，还有图片，都是关于安庆的，要给大家看。我想分享一下屏幕，可以吗？大哥，我跟你说哈，那个第一个，艾娃老师给你权利，第二个。你那个要注意时间，你只有几分钟，然后唱戏的时候你就快速。可以可以可以。好的，艾娃大姐给那个阿才大哥那个分享。阿才已经是联系了，他可以可以的。出来了吗？出来了吗？出来。第一，我首先一首诗呢，用这个开头是我自己写的，我用写了叫做《宜城乡土情》。然后呢，他这个我写了诗首是关于安庆的。首先要说一下，你说是安庆，为什么说宜城呢？宜城是安庆的这个别名别称，因为这个有个典故，宜城是来这个宜城这个名字是来源于东晋的诗人叫郭璞，他来到安庆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没有安庆城，那个郭璞说此地宜城，后来呢就是在宋朝的时候就建了这个安庆城。然后呢，而且我说一下安徽为什么叫安徽，因为安徽就来源于就是以这个安庆府和这个徽州府作为这个两个名字缩写，叫安徽，安徽省就是这么建省的。所以安庆市自1949年以前一直是安徽省的省会，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的时候安庆呢就这个省会就移走了，移到乡下去，移到县城里去，但是他还是正式的省会，移到乡那个山叫做金寨县那个地方呢，它是个临时省会。后来呢，解放以后呢，这个省会就没搬回来，就搬到合肥去了。后来就是合肥这个做省会。这个诗呢，首先是这样的，已经过了一分钟了，我就要快一点讲啊，古自银江。他正通又那个什么了、啊？归帆停靠大江东。林户春苑杏桃红，别梦长吟丝不断，相遇难改意无穷。神州又去了吗？漏华龙。好，我一句句说。神州又上天了吗？他正通。哪个老师静一下音？哪个老师静一下音？啊？阿才老师，你再打开你的麦，我现在全体静音了。阿才老师，请打开你的麦。老师，请你把话筒打开。刚才哪位老师的背景有人说话，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这样因为就是比较。阿才大哥，你把那个话筒打开，因为打不开。可以打开，他是联席，他可以的。我打开了吗？打开了，现在打开了。那刚才我念的诗你听到了吗？你们听到了吗？听到了一些。那我再念一下。那个古自银江他正风，归帆停靠大江东，临湖春苑杏桃红，别梦长吟丝不断，乡音难改意无穷，黄梅情韵漏华龙。那我一句就想，那么为什么是这个古自银江他正风？就是因为安庆有一座银江寺在长江边下，你看这长江边，这是安庆的长江大桥，这是安庆长江大桥，这个就是镇风塔，叫镇风塔。那么所以呢，古自银江他镇风，归帆停靠大江东，因为安庆是长江的中下游，所以像一座安庆的像一个船，那个镇风塔是它的桅杆，所以呢将归帆停靠大江东。这个临湖春苑杏桃红是什么意思？
灵湖春苑杏桃红，看看灵湖，它那里有个灵湖公园，这是莲湖公园，另外呢还有一个呢灵湖公园，灵湖公园，这灵湖公园，灵湖公园，这是这个看不见，看不见，这是啊，没有吗？没有，我分享了呀。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乡感到自豪哈，阿三大哥。我刚才分享了呀，怎么没有啊？刚才有，现在没有了。那是不是又有？好了，有了，有了。这有了吗？有了，这有了，这有了是吧？是不是还要再分享啊？我不知道呀，是不是要重新要分享？我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个阿才大哥，我就觉得你把这个分享拿掉，就简单的就是告诉一下大家，在接下来两分钟里面，把你喜欢你家乡的哪两点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呢，这个边牧长吟丝不断，乡音难改意无穷，黄梅琴韵露华浓，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国外，我经常梦见家乡，然后呢，我的安庆话也是难改的，就乡音难改意无穷。为什么乡音难改意无穷？因为黄梅戏就是道白原来就用的是安庆话，而且是安庆呢是黄梅戏的故乡，安庆人呢都喜欢唱黄梅戏。那首先呢，我给请大家唱一段经典，听一段经典的啊，这看到吗？没有。来，配住分钱，然后再分钱。在哪儿呢？你不是有红的吗？现在上面不有一个多地方红的吗？这个，这个新的红奖，是吧？新的分享，那共享什么呢？不知道呀。那我要打开这个是吧？我没有啊，没看不到呀。阿仔大哥，时间不多了，你现在把退出来，你就简单的用一分钟给我们概括一下。黄梅戏呢，其中最有名的，大家会唱的就是《天仙配》，就是那个树上的鸟，陈山对。那我放不了，我就唱一段给大家听听吧。好，你测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你。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落水青山。白笑颜，唱两句啊。那个这是谁唱的呢？就是黄梅戏的表演艺术家王少舫和连凤英唱的。连凤英就是安庆人，就是安庆人，王少舫也是安庆人，但是他后来他们这个黄梅戏团就搬到合肥市去了，就变成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了。但是安庆市仍然有很多很多的黄梅戏，而且民间的人也有人唱黄梅戏，从早到晚，每个公园每个角落你都有唱黄梅戏的，都是自愿搭班子搭起来的，有伴奏有唱的，有观众，很热闹啊。我就讲这么多吧，时间不够了。好的，谢谢。好，请阿仔大哥把那个屏幕撤一下，那个分享屏幕撤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屏幕，就是那个 stop sharing， 就是那个红的那个你按一下，红的那个按一下。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我快速跟大家讲一下，非常感谢阿凯大哥，你可以看到他的热情，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家乡感到自豪，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完的情，但是你今天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哈，就是说用自己的写出一首诗，了不起了不起，诗我可写不来。这个非常好，那个你别急，以后我们这个二十几个人、三十几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听众，但每个人都是主人。我会安排，比如说之一、之二、之三，以后还有机会。但是呢，可以提醒一下大家，以后我们分享，比如说应该我来，就是说提醒一下大家，家乡的食物就盯了一个，就是十分钟啊，就是十分钟，你说十个小时都讲不完，对吧？所以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些。好，总而言之，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好，谢谢叶思老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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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星期我都记不清楚是快，我马上要查一下资料，是快乐老师还是云淡风轻？待会我查一下资料就知道了。那么就是大家就可以吸取这个这个阿强大哥的这个经验，对吧？就十分钟里面怎么样把你家乡的亮点讲出来，对吧？我们说了没讲到没关系。下个星期我们一起分享呼伦贝尔大草原。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这个简老师唱歌，哇，把我震了一下。到时候和大家一起呼伦贝尔，哇，他真唱得好，真唱得好。所以下个星期我们一起欣赏呼伦贝尔大草原。今天就到这里。还是星期六吗？还是星期六吧。对对，我们这个节目。